早晨啊，咁多位，我中意光猛啲。大家朝早洗衫定夜晚洗衫多？今日天气好好啊，要做一煎片啊！我哋 Hey Five 播一部天氣，請大家俾個 like 支持我哋廣播啊！時間嚟到11:39，趁而家得閒醫個肚。日本超市好方便啊，好多現成嘢賣，菜都唔使洗。身為廢物廚神嘅我，離唔開微波，兜一兜熟就得啦。下晝2:00剪片工作大致完成。每日整13条片到啦，帽、口罩出发。做 facial 嘅关系，着拖鞋好似易除啲。晏昼通常我哋各自活动。好中意关西呢边嘅 IC 卡，蓝色好靓啊！500多元按脚、按头、按肩颈，仲做埋 facial， 好抵。有观众问过我点喺日本生活，游客嚟讲唔识日文冇乜问题，要沟通嘅拣翻啲有中文服务嘅就 OK。去伊予买餸又有自助付款，唔使倾偈。做完系白咗，个人比较接，我觉得沟通唔到嘅地方更自由。包咗化妆服务，顺好奇冇化到好多，不过唇膏只色几靓，仲几润。月头决定食好啲，生嘅好鲜好甜，熟嘅有4款做法，焗嘅呢款好香，好重芝士味。跟餐可以拣饭或者意粉，好食可 try。唔想逼地铁，决定揾架坐架翻民宿，唔容易啊，师兄。行到第3个站先有车租到，呢个沉没成本实在太高啦！扫曲解锁，再减位泊车，成功出发，好过瘾！嚟日本一定要试下，你会睇到更多风景，同埋好快咯！一开始唔好俾佢吓亲啊，佢半自动噶，上车都好轻松。影相还车，成为17元。台风的关系，回去要整多条特发片。落妆、冲凉、吹头，这个风筒好用，200多元大风。终于见到佢了，佢最近入了车坑。搵匀成个蓝波先搵到，600英。有套小朋友睇嘅《Hot Wheel》嘅个主角揸嗰部车，系啊，一模一样，而家有。你以为佢净系得一架？起紧楼啊，人哋！3层，哇！我想讲我啲超跑系多过郭富城噶，咁啊好多都系好绝下嘅啲版，即系譬如呢部咧，雷神式嘅林宝坚尼啊，哇！真系有睇高智能方程式嘅话，你就知啦，吓，即系法拉利系红色噶嘛，通常都系红色噶嘛，我有一部法拉利咧系白色嘅，仲要系555啊，我专属嘅跑车，但法拉利我系中意红色。瞓啦，多谢收睇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